发生了什么的事情呢？姐姐，姐姐肚子饿。哦，肚子饿，好棒哦！叔叔，你知道他肚子饿了耶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毛毛虫肚子饿会去找哪一些东西来吃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好，来，今天要讲故事是《好饿的毛毛虫》。好，作者是艾瑞卡尔，出版社是上虞出版社。吃了什么？五个什么？橘子。他吃了五个橘子啊！我请叔叔帮忙帮我把橘子分进去。星期一。
个房间都不用剪，把自己关起来，在里面住两个星期，然后呢，把茧咬破掉啦。蝴蝶。啊！毛毛虫变成了什么？好饿的毛毛虫，毛毛虫变成了蝴蝶。